因为这头石头没风化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哥，实在搬不动，我再试一下。哎，那头可以。啊，这有几个轮儿，够了。哎呀，这边吧，哥，这边我实在搬不动了。你小心啊，底下这泥，我天。那儿能搬下来？好像是可以。老子换地换地，不是？啊？换个地方，这不好待。行。找这一块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藤壶。哎呦！咱目标就是这一窝，二哥来了，快！我刚好发现一大窝，这儿啊，没有采光源了吗？少一点点，这儿这还有呀，不多了吧？你看，下去是没办法捡。你看，冬季的海上没几个人赶海，那都是拔嘎了的。哎呦喂！找到宝地儿，我下手一拔了，我再一拔了，哈哈，我再拔了一下。多，没跳出来。嗯，不仔细看，看不出来。然后就这个东西，这东西特别容易掉。咱们尽量挖能大的，啊，这底下都是。挑大的呢。看着师傅掏了一个八爪鱼，哎，这边扎挺深的，他扎里边去了。嗯，哎呀，八爪鱼，看看吧，啊，咋看出来的？翻石头。咦，哎呀，哎呀，太冷了，太冷了。
咱们今天搞了不少，创了二哥赶海以来抓轮的记录。就是有点泥，这回去要好好养一下。看一下。